幸福美满，祝你们两个幸福美满，然后早生贵子，幸福美满，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官宣婚讯，官宣婚讯就是呢，等一下呢，伴郎要当教主，把我们的新郎抬起来。一、二、三，停。OK， 来捧花举高，捧花举高，来体面。我现在又要来迎娶美娇娘，请大家祝福我。我现在又要来迎娶美娇娘，请大家祝福我。OK， 幸福靠压力就是呢，我们有贴心准备一个小板凳，我们现在坐在板凳上，然后往后躺，躺在大家的身上之后，我们就会抽走，然后大家盯住哦，然后开始回答我十个问题。三组，姓名的，小学五六年级是读几班？二班。错。来，请说出新娘十个优点。美丽漂亮。哎。孝顺。哎。好学。哎。甜美。甜美。哎。可爱。哎。哎。再来。对，你们出来都是新娘。气质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过。跟我一起在一起，你跟我弟弟在一起是我最甜蜜的时刻啊！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任何的辛苦事就让我来，好啊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。传统习俗嘛，好好珍惜。我觉得我想把我的宝贝交给你，好好待他，把他当自己人，好不好？是的。好，答应我，好好照顾他。好好，谢谢。爸爸妈妈，不用担心了，那个我一定会对明安很好啊，会让他幸福啊。你们不是少一个女儿，我们是多一个儿子，好啊，我会一样孝顺你们啊，我们一起幸福。She's the best thing that you'll ever have. She'll love you if you love her like that.